李隆基24号再度现身惩教所探望未婚妻黄青霞，在大约朝早9点左右，他就独自驾驶私家车去到惩教所，神色凝重，手上就拎住一袋白色胶袋物品，未知是不是带给 Chris， 而他亦都不似前几日咁愿意接受媒体的访问，表示不好意思，之后去做登记，大约15分钟之后又返返去私家车上面拎外套和纸巾，再去探访人士登记处等候探望。可唔可以讲心情点啊？